Chib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思思 TV。我是思思舅舅，我是阿思。今天呢，你看我们在外面，因为我们要出外景嘛。不是，我今天不是要出外景，今天有一个新的企划。真爸爸，真爸爸。这怎么整爸爸？真！你想，你刚刚我讲，你想要怎么整爸爸？来变成马铃薯这样子。要变成马铃薯哦？那怎么让爸爸变成马铃薯？多吃一点马铃薯就会变成马铃薯吗？怎么弄？不会。会啊。前几天呢，我有跟那个思思妈妈讨论过，我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整爸爸。我觉得想到一个比较，就是刚刚好，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又可以整得到爸爸。可是这个机会难得。因为爸爸现在在睡午觉，现在还是白天哦，爸爸还在睡午觉，现在就来开始来准备一下前置作业，看下去吧，走，走。因为我知道爸爸现在太累，他在睡午觉，就我现在呢想要先到房间里面安装一下摄影机，来捕捉一下第一画面，小声一点哦，不要吵到爸爸。OK， 来，手机开启。OK， 刚刚爸爸睡得很熟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整人计划开始喽。我首先要拿这个胶带，胶带是什么吗？胶带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来，我先要将胶带粘上去，非常滑。爸爸很高。接下来要怎么做呢？让爸爸不会发现到的一个方式就是，坐起，我请那思思打电话叫爸爸说，起来吃饭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走。起来吃饭。要起来吃饭了。好。OK。好，那我要挂掉了，我要下去吃了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干嘛？啊，是为什么这样？你跟舅舅，哦，为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！是什么？是胶带吗？对，胶带。哦，不要吃饭。哦。那头毛弄到可爱了啦！我刚剪头发，很少头发哎。那这是你想的，还是舅舅看通你的？不是说吃饭吗？对。为什么来黏我？这是什么？是你黏的对不对？这是姐姐黏的。这是哪招啊？哦哟，很黏呢。我毛都掉了，我头发都少一半了，简直怎么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露营？这是新企划是不是？这是什么企划啊？是那个，哎呦！好，所以你要说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新企划。新企划哦，好。爸爸很成功，
成功，好成功，好成功呢，是哪招？真的太有趣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这次影片就先到这里喽，拜拜。成功，成功，不错。